换锁换密封条。这个 case 呢是在米萨嘎，然后呢，这里呢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条子，这密封条呢，第一出来了，第二呢这里粘了很多东西，是到底粘的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当时粘我也不清楚为什么，所以呢一会儿把它扒掉，重新买，重新装上这个三边吧，就算。应该要换就换三边，然后还有这个锁也坏掉了，拧不动，然后这边呢也是摁不回去，只能还留一个小揪揪，然后这个锁上面锁也都坏掉了。卸这个条子呢遇到很多麻烦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很好卸，但是呢你看这儿都打着 U 型钉了，这 U 型钉根本扒不下来，这些条子打了很多 U 型钉，这儿也是 U 型钉，都是这 U 型钉，你看这里都有，哪都有 U 型钉。这个呢就是你打了 U 型钉是很牢固没问题，但是以后换不了了，这怎么换呀？这个很费劲，然后它之前呢这块呢又抹上了油漆，根本不行了，这个已经老化了，你看扒一点就一点，就一个 U 型钉那儿，最后都要这个把这个门都给卸下来了，因为这个都是 U 型钉嘛，现在都 OK 了，四边都可以了。现在锁呢已经换好了，锁也换好，然后这个密封条呢也换好了，没有问题，就是有点紧，因为可能是冬天换的缘故吧。然后这里的都是硬邦邦的，新的。有时候就是做什么事儿呢，有时候一波三折呀。本来说是可能说是换锁，然后这门条呢自己抹上 caulking， 给它换了这个门条，然后关了之后发现这里还是露着缝，看不出来啊，这儿能看到吧？对啊，这儿能看到，这么大缝。后来看来看去，觉得这个问题，所以没办法，又去买材料，然后再给它换上。所以说，搞来搞去就为了这点事儿，做很多事情。那现在材料已经买好。给它对上就行。现在呢就换好了这个门条，然后这边没有漏，都没有漏了，这个 case 结束 OK。